留在身旁，远呀远，轻轻一声时光，世事白月光，我伴着天亮，留下你用情百计千方，是我说了谎，人爱已荡气回肠，却唯独不敢对你声张，只让我独自品尝没有你的时光。我不知不知的被原谅。感谢哥哥一直以来对我的喜欢，爱你哦。淘淘，这是我去大东国出差的时候专门给你买的松树林七夕限定小猪皮礼盒。可是哥哥，这个牌子的口汁啊，在嘴巴上会干干的。没关系，我还有。这是今年驴家最新款的限量包包，整个大夏国只发售单款。是吗？可是哥哥呀，不瞒你说，已经有其他的哥哥送给我了呢。没问题，我还有一个骑士珍宝，就算你搜遍整个皇宫都找不出第二件来，你等着等着。看淘淘，可算拿出来了，满意不满意呀？非常满意。满意就好，满意就好。大公主，姊妹，公主饶命，我再也不敢了。这价值连城的夜光杯，是你搜刮了多少名知名高宦？你身为一方官员，竟敢如此迫害百姓？我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机会？好。外面的百姓都是受你胁迫而来，就让他们好好看看你这个大夏守贪的下场。姊妹，押过来，走。这不是奇葩大公主和王大人吗？这是谁呀？各位父老乡亲，你
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卷轴，记录了这位王大人为官以来从百姓们身上搜刮出来的所有财物，其贪之足可谓罄竹难书。现在这些东西已被核实，随后我将差人把他们都物归原主。这太惨了，杀了他！这该死的王太守霸占了我家的粮钱呢！谢谢大公，这下呀，我全家老小可就有救了，我家祖传的宝贝终于可以拿回来了！感谢大公主！姐妹，将他交给我伯父处置，务必严惩。以儆效尤。是，公主饶命！原来水蜜桃只是大公子了。二公主，快把水蜜桃出来，快快快了！感谢大公主。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大夏国的长公主，我的母后就是大名鼎鼎的张鹏鹏，父皇当然就是齐胜了。父亲母亲非常恩爱，我也是他们二人唯一的女儿。取名奇葩。父皇登基以来殚精竭虑，将大夏治理得井井有条。臣的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但父亲因为忙于朝政，鲜有时间陪伴母亲，因此在大夏国泰民安之际，父皇决定将皇位禅让给伯父赵王，他自己则去陪伴受邀到西方传播我们大夏文化的母亲，共度二人世界。父亲，父亲，你真的要跟母亲去欧罗巴旅行啊？对啊，我们的小啪啪已经长大了，我跟你母亲也该去享受我们的二人世界了。那我呢？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你也会遇到自己那个命定之人的，佛罗尤哈的。从心，这样就行了吗？这个呀，他该出现的时候，自然会出现的。越发虚弱，恐怕支撑不了多久，必须尽快召回领主，唯一的线索只有那个女子了。生命力简直就是艺术，不愧是我母后的生命，简直不同凡响。大姑姑，我们皇奶奶来看你了。小啪啪，小啪啪，你这是在干嘛呀？锻炼身体。这个人长相好奇怪。伯父，绿衣，新嫔，你们怎么来了呀？我让你去我宫里，咱们商量一下挑选驸马的事情。我等啊等啊等啊等，你就是不来。这不，我就跟圣上亲自过来了。小啪啪，你也不小了，
怎么就不知道着急呢？自从娘娘和先皇外出云游之后，你的婚事就成了我和圣上最大的心病了。你想想，我们大夏的哪个姑娘不是过了及笄之年就成家的？你这倒好，成了大夏年龄最大的圣女了。我跟你说，我今天必须给你选个驸马。不愧是亲孙女，学的可真像。清平学的真的很像。我是说，你绿姨说的很对呀、啊。你看看，清平都知道的道理，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马上就二十岁了，二十岁了，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孩子都三岁了。你难道不羡慕我和你绿姨的感情吗？我哪敢跟伯父还有绿姨的感情比嘛？哎，好了好了，绿姨，你别着急嘛。既然来了，那就一起欣赏一下母后从欧罗巴给我寄过来的生辰礼物。娘娘给你寄这个礼物是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啊，不明白。说明你屋里缺男人啊？这，绿姨，你是不是想多了？不可能，我跟了娘娘那么久，她想什么我心里最清楚了。好了。今天我们俩好好看一看我为你挑选的人类高质量男性，进来吧。这是宰相家公子枸杞，才艺出众，人称快板小王子。王将军的公子王飞虎，身强力壮，保护公主绰绰有余。副将阿来，年21，一表人才，又有一技之长，在众多人选中啊，可谓一骑绝尘。停！怎么又来了？哎呀，吕姨，你说这么多都给我搞糊涂了。要不你就选一个你最喜欢的。哎呀，他们都好优秀，那我上前看看。小帕帕，哎，小帕，人呢？姑姑跑了。哎呀，你怎么不知道拦着？我们还是先回去吧，小绿篱。啊，不行，啊，小帕帕的终身大事没有解决，我是不可能安心的。今天我就要让他成亲。道王5年来总是穿越结界来到大夏，就是为了找到丢失的灵珠。但是大王如今的身体已经经不起折腾，不如这次属下就留在此地，伪装成大夏子民，帮大王慢慢寻找，如何？不可。一来你没有见过那女子容貌，二来大夏之上皇宫还没有着火，皇宫戒备森严，我亲自去稳妥一些。何况也感应不到灵珠的存在。但是属下怕频繁地打开结界，化兽族的存在会被外界发现。这是本王会格外小心的，你就不要担心了。是。姊妹，御马司新来了几匹西域战马，陪我去帮伯父好好挑选挑选。蓝英雄。哎，公主。姊妹，这匹马还不错啊。这就是准备用在军队的宝马，今日刚到。嗯，让我试试。公主小心！保
保护公主。这是，就是他，灵珠就在他体内，带他回去。太好了！哎，大王，一定是刚刚使用了法力，您现在的身体根本经不起灭。今天我们先走了，既然已经遇到这个女子，我们回头从长计议也不迟。玉公主，公主，公主，你没事吧？公主，公主，公主，你没事吧？马呢？末将来的时候马就不见了。奇怪，我刚从马上摔下来，怎么一点伤都没有？末将害公主受惊了，末将这就以身报国。哎呀，别谢了，赶紧走吧。刚刚那人称她为公主，大王，下次我们做好准备，一定可以将这位大夏的公主带回华寿。大王，你的手。知道要怎么做了吧？是，各司其职，都给我记住，别打扰他们培养感情。去吧。是，皇后。快去，快去，快去！幸亏有你这个贤内助啊，小啪啪的终身大事终于解决了。你真棒！哎呀，哎呀！阿来，我有话对你说。公主稍等，阿来近期因为军队训练身上伤势复发，公主可否先帮我上药？你自己上不了吗？好吧，我先看看。现在这个情况啊，应该没什么问题。啊，走吧，走吧，走吧。对了，我是不会跟你成婚的。所以一会儿你收拾好了就可以走了。哼，
公主，我好不容易脱颖而出选上驸马，你觉得我凭什么放弃？你什么意思？干什么？这里没人。这个混蛋道德败坏，实在太能装了。我的眼睛，不陪你玩了，再见。我的眼睛，你去哪儿了？咱们还没有圆房呢，你可要对我这个驸马负责呀！你往哪儿跑？我警告你别乱来啊！本公主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机会。什么人？我可是大夏驸马，敢拦我？原来你是大夏公主，怪不得这么多年一直没找到你。正是本公主奇葩。你谁啊？废话连篇，我让开。这位神秘帅哥，咱们俩应该是没有什么仇吧？天赐姻缘，我们。大王，你没事吧？本王没事。人找到了。大王，看这腰牌图案诡异，想必是大夏特有的标志。先把它收着，兴许日后有用。是，我们先回去。终于找到你了，大王心事凝重，是不是想起五年前之事？当年我费尽千辛万苦从灵山上取得灵珠，还未来得及吸纳，就被景不寒联合神秘人暗算。我本想穿过结界躲避追杀，但我当时伤重，竟然把灵珠弄丢了。大王不必忧心，只要从这大夏公主体内取回灵珠，您就可以恢复内力，不必再受日夜变换形貌之苦了。事不宜迟，速将公主带回宫中。是，走。大王，大王，我没事。大王，您的身体远不及日间，属下早就劝过您，夜间尽量不要消耗过大呀。六君，你立刻安排红袖送他回宫。那您呢？本王需要马上调息静坐，记得务必要确保他的安全。快去。是。到底是谁呀？
不是，他到底要对我做什么呀？把我扔在这个森林里，到底怎么回事啊？七八，别慌啊，森林应该是离都城东南方向15里左右，只要我找准方向，肯定能回家。反正不是这儿。有人？小妹妹，我是大夏公主奇葩，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回城吗？能不能捎我一程啊？原来您就是公主呀，奴婢见过公主。你认识我？是啊，我是奉大王之命特意来接您回宫的。公主，那走，请上轿。你是哪个宫的呀？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哪个宫？我就是王宫的呀，我叫豪秀，奉大王之命来接您回宫。大王？我们大夏哪有大王？公主，您在胡说什么呀？我说的大王自然是我们化兽族的大王奎木狼。化兽？什么狼？奎木狼。公主，您刚刚说的那个什么大夏又是什么地方？我是大夏公主齐。哎呀，你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有人不知道我们大夏的呀？大夏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我父王齐盛，我母后张鹏鹏，你不知道？嗯，不知道。除了我们化兽，我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地方。哎呦，小妹妹，人有三急啊，本公主现在要去解决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人是大事啊。你在这等我。那我陪你。我是出宫。出宫？您不能出宫呀，我是来接您回宫的。我这是来臭臭，我不需要人陪的，你就在这等我。哎呦，不行了。哎呀，公主您快点回来呀。哎，知道了知道。公主您慢点。啊，公主。夜里容易迷路，你不要走太远呀。知道了，你等我会儿。那你还要多久呀？真麻烦。我吃坏肚子了，你多等会儿。公主，公主，你没事吧？公主，没事吧？你怎么跑这么快？我一直都跑得很快啊。公主，你这个是出完宫了？那咱们回去吧。你放开放开！小妹妹，你这是绑架，绑架你知道吗？公主，柳君大人特意吩咐，让我把您从森林里带回宫去。柳君，您不愿意跟红袖走。是不是不喜欢红袖呀？也不是不喜欢，就是我想逃走。你们那么多人，逃得掉？那您是愿意跟我一起走啦？你没事吧？没事，公主。这什么鬼地方啊？化兽族。你刚刚怎么跑那么快？因为我是一只猫。猫？公主，您是什么动物呀？动物属相啊，我属兔。马大哥，你们来啦。马？他们都是马。走吧。妹妹，有必要这样吗？要是我不这样，您像刚刚那样又跑了，大王会怪罪我的。马大哥，辛苦你们再快一点。好嘞。
真的跟马一样快啊！你们那个什么大王，什么什么狼，奎木狼，嗯，他的手下都这么厉害吗？嗯，这是大王特意为你挑选的千里马。我大夏就算有武功的人，也没有他们跑得快啊。难道他们天赋异禀？妹妹，你干嘛要抱着我？公主，我不是害怕您逃跑，我主要是觉得这个轿子太晃了，我不把您稳住，我怕您晃跑出去了。皇兄，皇兄，你再这么勒着我，我真的要吐出来了。吐了？哦哦，公主，你再忍忍，马上就到了。马师傅，再快一点！啊，还快！对了，公主，公主是您的名字吗？你们这儿没有公主吗？嗯，我叫奇葩，公主是我的昵称，反正大家都这么叫我，要不然你也这么叫我吧。好的，公主。你刚刚说你是猫？嗯。所以你们大王是什么？我们大王是一只狼。你不知道我们大王是什么吗？哇，到现在还有不认识我们大王的人。公主，我们到了。哎哎，公主，公主，你没事吧？公主，咱们这就到化兽城了，我带你进去看看吧。走，走走走走走。公主，你看，那个最高最亮的就是我们的化兽王宫。哇，好壮观啊！不过这里的人怎么……里面还有更多好玩的呢，我带你去看看，走。这个人怎么在吃竹笋啊？熊猫不吃竹笋，吃什么？这是生的。啊，走吧。哇，你看到这个人没有？他在吐丝。对啊，因为他是蚕啊。蚕？嗯。可能是我刚才晕倒，再加上我又刚呕，记忆有点紊乱，让我缓缓。公主，你怎么连这么大的事都给忘了呀？咱们化兽族在百年之前遭遇了一场瘟疫，当年的大王从古书里面找到了偏方，针对不同人的体质，用不同的动物做药引，这才治好了大家。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化兽族的人都有不同动物的特性了啊！里面还有更好玩的呢，我带你去看看。你看他，那个好吃。来一瞧，看一看喽！上好的胭脂，买一赠二。走过路过，哎，红兄，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一家新开的胭脂铺。公主，我听说这里面的老板娘这梳妆打扮的手艺特别厉害，人长得也特别美艳。现在这个地方啊，已经成了族内女子争相前去的地方了。我还没去过呢。走吧，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难得来一次，你又那么好奇，你又没去过，我也很好奇。走吧，爷跟我们一张，给你们拿好啊。来，哇，红秀，你看这里的胭脂颜色多么多呀，好适合你啊。我也这么觉得。你说我刚发了月权，要不要买一盒呀？那当
当然了，可是哎，红熊，你有没有心上人？再没有，我一点也不在意柳娟大人。什么柳娟？哦，红熊，你看你买了这么好看的颜色，那涂在脸上肯定比现在要可爱10000倍，到时候柳君不得多看你几眼呢、啊、还不快试试？那公主你在这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回来啊。我也要一盒，让一下，给我拿一盒。对不起，对不起，江娘，你在干什么？不对呀，姑娘，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怎么身上的气息跟我们化兽族人完全不一样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今天沐浴的时候多加了点香料。大娘，不对，不对，绝对不是香料，姑娘。你身上的味道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狗大娘的鼻子、啊、最灵了，她说的呀肯定没错。嗯、姑娘，你是谁家的人啊？这身体不舒服要赶紧去看病啊。对呀、啊、我们送你回家吧。对对呀、啊、就是啊，赶紧去看看吧。哎呀，我真的没有病。哎哎哎，姑娘，哎姑娘，她怎么了这是？这位公主来自异族，想必在化兽肯定有些艰辛、啊、本王已经想好了，我会给他一个不可撼动的地位，让所有人不敢轻视他。大王想要如何？娶她为妃。是你身影，一目相